我从念书的时候 ，Coco 李玟一直都是我的偶像，我的天后。她唱歌，她跳舞，她的讲话，她的一切，我都觉得没有一个人可以这么完美。她是点燃我唱跳的那一位天后，那一位巨星。她就留一个语音说：“不管怎么样。”你把我当作我是你的大姐姐，你就像我的小妹妹一样，什么事情都跟我说，我会保护你，就我们两个知道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一定会一直跟你聊。后来你知道我从小就单亲家庭，所以我一直是长姐，我一直都是一个姐姐，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你是我的小妹妹，你把我当作你的大姐姐。你知道那句话听起来好像很平凡，但在我心里面刻下很重要很重要的这几个字，也让我对她开始真的有什么事我就找他，真的有什么事我跟他说，我们彼此把心里面最深处不管什么事都分享。也是我的巨星，我永远的天后，我的天后，我的女神。 You're my everything, I love you。 请给他三鞠躬。一直还是不能接受这事情，我自己失去过自信过，我知道你们很辛苦，我会一直帮你们祈祷。我从念书的时候 ，Coco 李玟一直都是我的偶像，我的天后。她唱歌，她跳舞。他的讲话，他的一切，我都觉得没有一个人可以这么完美。所以我还是只是爱唱歌爱跳舞的一个平凡的学生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妄想觉得或许有一天我可以像他一样这样子，没有想到梦想成真，我成了唱跳歌手。他是点燃我唱跳的那一位天后，那一位巨星。后来也记得在有一次小巨蛋的后台，我们终于见到面，他很大声的 Hi Alpha， 就给我很大的拥抱，他说终于看到你了。后来我们聊了一下之后，他跟我换了电话，我心里真觉得我天哪 ，Oh my God， 我的女神。从后面之后，他完全没有任何的距离对于我，他常常看到我的新闻，看到我的事情，他就会传讯息给我，甚至在我生日他也会传给我，当我自己都已经忘记他生日是什么时候。我记得我们常常在电话里面语音里面，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在我人生处在一个非常不知道自己人生的方向，自己身心灵都已经很多问号，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唱歌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，什么事情到底是上我，就是我已经不知道要做什么时候，突然之间他传讯息给我，然后我们讲了电话，讲了很长的电话。他从那时候开始，几年前他就一直传，告诉我说：“你要加油，你要加油。”Oh, I just saw the video. You are so talented. You're so good at dancing. You're so good at this. You gotta come back and perform. You have to come back, Alpha.之后我们也是常常。他就留一个语音说：“不管怎么样，你把我当作我是你的大姐姐，你就像我的小妹妹一样。”
什么事情都跟我说，我会保护你，就我们两个知道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一定会一直跟你聊。后来你知道我从小就单亲家庭，所以我一直是长姐，我一直都是一个姐姐，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你是我的小妹妹，你把我当作你的大姐姐。你知道那句话听起来好像很平凡的，在我心里面刻下很重要很重要的这几个字，也让我对她开始真的有什么事我就找他，真的有什么事我跟他说，我们彼此把心里面最深处不管什么事都分享，这些我也会都留在我的心里面。一直回去听他的语音，在事情发生之后我一直不能接受，但我只能记得，而且我会继续做的是他告诉我的，叫我要坚强，他把他的快乐跟他的勇敢一直不断的照亮给我，我一定要把这个他的精神一直保持下去，而且 I'll keep on dancing, singing for you and shine for you, 你是我的巨星，我永远的天后的天后，我的女神， You're my everything, I love you,你在天上做天使，有一天我们在天上一起当天使见面。I love you, Coco, forever. 谢谢。我们再跟 Coco 鞠三个躬哦。